啊，火锅贴酱。真的。不吃水饺，不吃锅贴了。睡觉，睡觉。什么东西卡住了？
八一啊，今天是八一啊，又讲年休。
中刚刚已经有中轴，你有中椅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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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
红色宝宝。过去，当时看到安吉娜这样的一个，他的这个样子很像。
是三毛一，又把另外一个未成年的一个杀了，就把他杀了个人了。就算启动什么大神训斥，杀了人的队伍很凶险，也能不为所动，自己洗脑有就有效。现在做笔录时还不时乱笑，完全不在乎自己犯下滔天大错。最令人心寒的是，这五人平均年龄只有18岁，而最小的嫌犯才15岁。我也感谢金龙哥职业戒心，像金龙哥直接讲，把假假料都扛去，就其中一个先砍，先抽出一把西瓜刀砍他，砍他金龙哥直接，他接着四个人就一起砍，他其中一个女的在旁边发慌。就连家人也不敢置信，小小年纪竟然会如此冷血凶狠。而最让大家不解的是，到底这群人与魏晨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一定要置人于死地？他们因为是缺钱，而且是有计划性的，因为他们四个男生的话是就已经过世，一人一只水果刀。所以这个都是预谋性，那个预谋性的犯罪。为了做这个案子之前，他们有说一处啊，做这些动作。嫌疑犯后来做笔录犯有讲说，其中的司机有跟他求了，讲我吃好你，我吃好你了呢，啊你卖给阿谈，跟他好像你不觉得后人那样子啊，可能年轻不懂事的。不会觉得自己的行为这样很后悔，这样很懊恼自己做错事。嗨、hey. 真的是看到这个。我在家里，怎么在外面？你不是说你要早点睡，我就没有打给你啊。真的一个人被这些人砍了30几刀。因为曲折花又无人在聊天网络系上商量。好啊。哦，那很好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好。对对对对对，怎么来修理这些坏蛋 ？OK。好。好。OK。那个慈济啊，因为他有捐钱啊，帮他讲话啊，因为他一定会对某一些特定的宗教团体会捐钱啊，哎，不会无可厚非啊，人都这样啊，你捐我钱，我当然会帮你讲话，没错啊，哎呀，就是没有真理的，哎，没错，教会也是怕这样啊。有人有捐钱啊，那就对他特别礼遇，那就完蛋了。OK。大小眼啊、OK。本来就不好，没错，好，那当然明天要做礼拜啊，好，感谢主，好，好，晚安，好，拜。
下回让警方一眼认出，他就是色狼。